脑中电龙，阿卡丽有 TP， 再摆在上半部。第二件装饰已经快要拿到手。阿卡丽这一波的战斗力很高哦，但是 Light 也有闪现，所以也不太好去抓他。也要看有没有好的侧切位置。阿卡丽还是带。蓝宝选择徒步走在正面。别有去看位置，站不太进来，好像要直接去选择打交换。但是兵也靠过来喽，看一下这波感觉是想接的哦。BLG 要直接看，小龙已经 TP 也来了 ，TP 是踢正面的，一抓凯莎飞了进来，但飞到龙坑里面，反而是对方下了一个等离子飞弹，搭配的是牙宁的二刀雷奥义也是斩，但此时他斩应该是已经撑不住，然后呼吸的话他也被卡在洞口里面，另外 Light 直接切掉 Light， 这波刺客来无影去无踪，来自阿卡丽的追击，接下来也要留一个 Chris， 这是一个关键击杀，哇，竟然还能够把有闪现的 Light 切掉了。